要丢炸弹吗？糟糕了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oka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玩很久没有玩的《气量大作战二》。那我还没有跟，就是没有还没有在进行线上对战过。那我们还是一样，先从剧情的部分继续玩开始。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还不是很熟练。啊，我印象我剧情的部分已经玩到第二章节吧，反正就是第二个区域啦。然后说真的，已经很久没玩了。那要重新稍微适应一下一些道具啊、功能的部分，大概了解了，那就够吧，去第二个区域吧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先去找接下来第二章节还没有玩的地方。OK，Let's go。啊，又送武器了是吗？傻瓜，随便了，那是最强商品。OK，Let's go。OK，checkpoint。啊，发现久违的可爱敌人。好久没看到他们，都在玩马里奥。他怎么绕那么远？没关系，走吧。OK。那边，打一下吧。OK。头盔，那种久违的头盔的概念，运气真的有点糟。那个没拿到，我想回去重拿。不行，我们要先以闯关为优先。有武器。好久没看到红色气球了，要不要绕一整圈吧？所以绕一圈以后就上去了，是吧？不中了，还有那么多敌人。要重来了，这样拿到东西了，就掉了。Over， 他花了10分23。期待什么时候会有中文啊？看不太懂，然后又不想玩英文版。好，应该是剩下9还没打了，然后。第二阶段的关卡就剩下 BOSS 就可以结束了吧。OK。BOSS 吗？不会吧。欸，原来他就在那么前面啊。啊。啊，如果我现在迅速打起来。啊，总共8个，因为我搞不好我就有剧情模式玩到一个啊，居然中，在我前面，我以为我打到了，躲起来。搞不好我剧情模式玩一个段落差不多，觉得可以了，才开始玩对战吧。但是以现在这样的技术来玩，可是可能会啊很惨。他现在在那个地方，所以。没有太大的影响，虽然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先去找东西吧。要不，他会丢手榴弹呢？啊，
手榴弹，我也会丢手榴弹，但我丢的距离也太近了。哇，这好恐怖哦！小只先去把人只，先去把人只先继续救出来吧。为什么？这很讨厌哎！啊，我的防护罩就这样破了。我觉得他要在我附近的感觉，哎，后面刚好有一个。拿到新的防护罩就没了，想必这边也有道具。哇、哦，好凄惨，好凄惨！啊，我怎么走在哪？选择两只啊！那边啊，那边啊！这很差哎、欸，他就直接丢在我旁边，至少要先把一个解决。他没想到他就有两只，拼了！最后一个了，怎么不能打、啊？别啊！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！落进去了，哎，对，快呀！哦，还是花了10分49秒没有解决这一关，那敌人真的很难打。好了，我们来打最后的第二阶段的 BOSS 哦，我们来打第二关的 BOSS 吧。印象第一关 BOSS 那时候好像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处理，就是第一打 BOSS 的时候觉得有点恐怖啊，居然用这一种，
什么状况？要拿大刷子去刷下去了，Go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 BOSS 长怎样哦。Taco，我就觉得他很可怜，虽然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。他怎么那么大啊？骑那么小台脚踏车，欧德压嘛？他怎么打、啊？我总觉得怪怪的，感觉好像用什么绝招的感觉。呀，好恐怖啊！犯规啊！那我能弄这种东西？又不够了。哦，怎么进？也太差了吧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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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那跟你拼了！那我一开始用这一招冲过来的啦！运气真的很差哎、欸，除了惊恐。衣服又破了，真难过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决定了，先涂满再说。先把家园涂好，涂满。哇，他攻击力范围那么广，他来了。他要攻击的时候会有一个会发出一个声音。我现在找不到攻击的时机。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打？这难打。冰酸哦，这好恐怖啊！他现在离我还蛮远。啊！好恐怖啊！他怎么恐怖？好恐怖啊！他又开车来了。比第一关 BOSS 还难打哎、欸，难打到爆，怎么打了？完全没头绪啊！现在怎么这样打了？油漆哦，我总觉得好像要放大决的感觉。
要不然、啊，不要！不要冲过来啊！哦，打 BOSS 战每次都觉得好恐怖。我感觉被我染绿了，没有机会啊！只要有心，努力。酸哦！果然随时要铺地，难怪他要拿这一把刷子，这是刷子吗？刷子直接打下去，他在哪里啊？会吧，哎呦，很恐怖，直接跳过来耶，我要重新铺路，铺地，铺地，哎，好恐怖哦。啊，没了！太过了。哦，太过了。喷，再喷，再喷，快跑啊！好啊，好险有适合的路。哦，他的绝招、哦，那个要用绝招了吧？这些，好险我跳过了。快跑啊！他用绝招，他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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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了。压力很大哎、欸！印象他每个 BOSS 都要打三战，所以这是最后一战了吧？压力真的很大，我又换攻击了，不要过来！哇，吃了！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BOSS 可以那么犯规？这对个新手而言还得了，超恐怖的！他躲到后面。啊！为什么？
稍微躲过他，哦，他走在那里。冲上来！哦，哑巴！哦，哦！不小心看到他跳过来，可是我刚好已经闪开了，好险！啊，哎，不够！车开过来，车开过来，赶快转弯啊！别那么远。油漆不够了。三张真的难打呢，过来！这时候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，再攻击，快闪啊！哦，他很绿了，很绿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拼了！真的啊，不小心赶快跑。哦，超恐怖的，要丢炸弹吗？糟糕了！他没有攻击，不然我刚就死了。不过他有正后方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终于啊！哎呀！应该结束了吧？啊！都没有背景音乐了啊！对啦，终于解决了，至少很累耶。每次打 BOSS 战的时候，这种感觉真的超累的。啊，花了13分钟解决了。啊 ，OK， 啊，结果就一开始直接去破坏那个插座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嘞？真是搞不懂嘞！啊，那差不多，我们去看一下第三关大概长怎样就好了。好，斩万台刀配送 Senda， 这一次变是草绿色。应该不是敌人吧？电风扇呢、欸？电风扇不是那个用途吗？跑了会飞过去的。对啊，好，所以这些突然觉得第三阶段的东西有点麻烦了。
了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好了。其实玩了三关，刚打 BOSS 战打到很累，那其实也差不多，还要再熟悉一下这游戏。不过不能丢出去了，太实在是太久没玩了，对，回一下期待。然后那有机会来试试看跟人家线上对战好了，虽然我觉得我不成什么战力啦，我就是再多练习。OK， 那今天就玩到这边喽。好。